在中秋节的夜晚能带给大家欢笑也是值得了。我爱苏苏，希望苏苏和聊天室都能身体健康，开开心心。那肯定是有开开心心的。是谁啊？顽强记者，比任何宝物都珍贵。卡哇酋长，吉伊卡哇酋长。哈哈哈！啊！哇，压扁嘞！找回船舰零件。已救回机器人。我靠！呼！哇，这风好强啊！都市生还者，可爱无比的小小掠食者，这是那个吗 ？Tokyo Jungle 吗？哇！哎，竟然是我们什么方块奶战神！哎，方块奶女战神！哎，别移啦！哇，声音大延迟。啊、这个是什么？妈的，吐啊！看，哎呦，啊屁呀！这谁、啊？哎、欸，竟然是爱露哎、欸！猫型同伴，猫奴最美喵的伙伴喵。哦，没看过爱露这么在顶他的下。哇！什么东西？妈的，菜刀人呢、啊？这个太靠背了吧！哎、欸，竟然是我们，好眼熟啊，俊俏小哥，阿法男，阿法男。哎，哇靠！我的专注力被一个打拳人吸走了。哎、欸，蕉，竟然是蕉跟他的阿法的阿法女。麦卡里昂，啊哈哈哈哈！蛮有趣的一关呢。冲啊！有一种死喷乱吐的音乐感。哎、欸，哦，这要换平台，在这边快乐躲招，死吧！接取1995，你们看，哇！又看满月，又放炮、欸，太刺激了！哎、欸，乐克！哇！要搞你的六轴感应，要看你有没有空间感啊，小朋友。请问是在
看医生悠悠台吗？索尼悠悠台让你返璞归真，快乐开转。Super cool！ 哦，喷得我满脸都是。环保回收，插入。欢乐大喷水冲啊！啊！这不能跳，靠背啊！哎，靠背吗？还有人在攻击呀！我操！啊！太简单了，这学龄前关卡，哇！太简单啊！你娘啊！你要二段跳，你要先讲。他妈的！红龙骑士眼睛看起来有点红，原来是我们一切的开端嘛！太简单啦，阿龙！呜呼，刺青之龙！哎，犀牛啊，滚！还是二 G 的时候好玩，亲眼看着你的猫扛着大头暴君从你脸上冲！哎哎，好色啊！这是战神区吧？哇 ，Kratos 会很生气耶！不能给他乱扁。哎，但是可以扁他儿子，赞。BOSS 这样是捏他这个鳄鱼帽啊！哇 ，Baby 的外乡人，哇，他枪反我哎、欸！哇，我接太多了，还有四驱车，卧虎藏龙。那一名订单掉到全部的五个，鬼东西也太多了，还有稳稳呢，哇，有稳稳，哈哈哈哈哈哈。